导处同仁非常的认真哦，我们琼瑶主任、我们凯瑞老师等等舞蹈老师，他们特地安排了这样的活动。那我们邀请了30所的大学来到我们学校办理这样的博览会，让我们学生可以就近直接跟大学端来做接触。那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请益哦，跟大学端来请教。那我们的老师也很认真哦，编了这样的手册，这个手册上面也都有大学的 QR code 哦，我们希望把最好的资讯提供给孩子。那这就是108课纲非常强调的适性扬才，我们带领孩子走他适合走的路。那相信借由这样对整个大学的进一步了解，孩子可以选到更适合他读的大学，那希望他们都有好的发展。欢迎大家来看大学博览会。这活动啦，我们希望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因应新课纲所强调的素养，包含说自主行动和沟通互动等等的一个能力。那往年学生对于大学探索，他还要离乡哦，去各县市参加他们相关的博览会。那我们今年觉得不用，我们就邀请他们过来，集中在一个会场，然后借由这样的资源，让高一的同学们、高二、高三哦，近1000位的师生们可以有一个在这边很好的一个培养素养的一个能力，然后同时进行生涯相关的发展和探索。对，那这是我们这次主要办理大学博览会的一个初衷。谢谢作业。那其中邀请了蛮知名的国立大学尤其是医学大学，那我们的学生在自然组选组的部分也是蛮喜欢朝医药卫生学群来选择，所以我们也邀请了知名的医学大学，是这一次的亮点哦。然后我们在活动的办理期间，除了传统的摆摊之外，我们还进行了闯关的游戏，让孩子除了走马看花式的去各个摊位拿资料以及理解他们的学校之外，也更能够深入的再去做探索。包括刚刚就在针对我，没有了，我是爸爸的规则